各位，请唔好用掌声，用哇哇声去欢迎综艺神之子何启华。D 哥嚟到，即系呢个团咧就叫玉蒲团啊。事关咧呢个综艺周嘅开头咧就要背稿啊。哦，背唔到稿咪点啊？咪翻屋企冲凉咯。哦，即时翻屋企冲凉。真噶 ？Exactly 啊，我背唔到啊。我哋去冲凉，好想翻。我哋去桑拿。我都想背。咁就咁话啦，就咁话。招风就系咁，我哋冇嘢噶嘛，系咪啊？我哋 OK 噶嘛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完啦，我哋，诶，拜拜。想好似阿 D 咁做主持一哥，咁就要睇下你哋有冇记性啦。嚟紧你哋会分成三组，每组会收到一份极难背、极巧口嘅主持稿，限时半个钟内背晒，背错就有忌廉洗身啊。所以，哎，大镬，冇事噶。所以啊，身形比较奇怪啊。好啦，辛苦下节目，有信心，一字不漏。认真帮人分怪，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游戏咧，点样认真帮人都好咧，系唔会成功嘅，因为根本就系要受惩罚。先至再谈。Okay。正经背，大镬啊！呢坛嘢，我而家先背到第五个字咋？我系识哦，完咗背完。咁早上个钟仔选择试试确定之后啊，黐线噶！你哋咩人嚟噶？你个脑装啲咩噶？会呢个对白嘅心得就系冇乜心得。你千祈唔好打啲咩，我二哥要做整一次示范嘅主意，你唔好啊，你唔好啊。观众接受进入非专业输入密码 YTTP 嘅 Pepper， 好似特别细件咁样，好好见，唔系几可爱啊，因为睇剧啊，最心知我呢个奖金唔得嘛，认真啊，有啲嘢会发生，你唔使背都好咧，我杀红了眼，阵间你哋我跑啊，即刻，喂喂，咁咩咩唔怕啦，拜。好，第一 round 系要请黄蜂梁识开始先嘅，佢哋要主持嘅节目就系2046年贺岁烟花大汇演。哦，嚟啦！大家好，我系黄蜂，我系 Stick， 差唔多。喂，唔好令我开，喂 Stick， 君子嚟噶，君子嚟噶。嗱，到 show must go on 啊，继续啊。系，全大家摧残嘅表演。哇，嗰个烟花。我听过呢个，有公德心嘅，我哋呢啲有公德心，多谢你。我觉得要用啊，读唔到字，红灯先咯，咁样，一系就冇啊，一系就同大家讲红灯先，红灯先啊，快啲。OK， 而今年嘅烟花汇演咧，有三架船，六条浮条，唔系浮条，睇下先，有嚟，算啦，我直接倒落去啊，呢个喂。最後一分鐘，全場23分鐘零48秒，一共耗資1000。嗱，首先咧要用呢個數字嘅記憶法，咁咧我就要決定寫翻個字出嚟。600萬定800萬？哎呀！哎呀！发放32888枚烟花，耶！可想而知场面近啦，华丽壮观。好啦好啦，好啦，我嚟啦。喂，你快啲啊，讲住出面嗰个洗车铺啊，你咋谂？系啦，你下紧九展嗰度好多洗车铺。系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都少啊，比我想象之中俾人覺得。阿 Stick 係啦，未記得嘅，咁所以我都放棄去記啦，我都。好就認啦，好似話咁，我而家都係記咗一個字一句啫。你係 Stick 完，你預咗輸完咗㗎啦。咁啊，記得啲咩就講咩咁樣，已經盡咗力㗎啦。我而家見到你50年後嘅樣啊！唔係啊嘛，就會係咁樣。大件事啊！而家呢下嘢，我有冇洗頭啊？眼见第一队选手咁惨惨猪，两位导师即刻改游戏规矩，背错字，其他队嘅人只可以逐个逐个远距离向选手掟 cream， 唔可以再肉搏战，公报私仇啊！
Para 好簡單啫，就係樂婷同 Adam 咯，節目就係叫做 Go Go Party 咯。哦，兩隊過去一場都冇贏過，真係勢均力敵。佢哋甚少練習貪威識食，所以新年比較奇怪。我而家準備記第二句啦，咩小威而家，我哋隊友嚟噶。我諗我哋應該都玩完咗一陣，應該嚟緊上演嘅足球分組賽就係造星隊對唔造星隊。哇，好小心翼翼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兩隊過去一次都未贏過，真係勢均力敵。佢哋咧，你叫咩？唔係叫背嘢啊？你背唔到咯。佢哋甚少練習鬥好，真係勢均力敵。幾多石你點曬啊？我都擔心佢。造星隊主要由一班無心向學嘅年輕人組成，佢哋甚少練習，貪威識食，所以佢哋。所以身形比較奇怪。哇哇哇！仲有貨喎，唔做星隊。其實我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記咯。例如咧，即係佢會有啲動作咯，崇尚暴力啦，咁佢會做啲動作提我啦。咁佢亦都有嗰啲咩打機啦，佢都有俾啲牽手咁樣嘅。偶像係笑傲江湖嘅岳不群。你攬佢冇用噶，冇用。哎你啊！喂喂喂！喂，後面嗰啲，哇哇哇，係吸住咗嘅，哇哇係吸住咗嘅。我覺得佢瞄住我 pat pat， 因為我覺得佢對我 pat pat 感到興趣。Adam 洛廷太出色啦，竟然背到曬喎！快啲略過睇下一組算啦。冇眼嘅，點會背得曬㗎？我頭先咧，我真係一度想放棄喺呢個比賽開始之前。我真係唔得啊！我今日 condition 好差，我記唔到。你有邊樣好啊？即係我個認真摸人嘅基因咧，突然之間開始又激發起我個好勝心啦。跟住之後我就忍唔住開始，唉，試下記啦，試下記啦。點知我真係記到喎 ，amazing 記到喎。咁啊 ，Taco 仔啊，希啦，同埋貓仔啦，佢哋要主持嘅節目咧就係做星唔做星優先場嘅。等陣我哋嘅第一次我就會係咁樣，因為我哋嘅信心爆棚。我搞掂過你，搞掂未啊？多謝咁多位廣告客户，仲有一眾。傳媒朋友嚟臨出席造星唔造星優先場，講起最受歡迎、最真人 show， 嗱，防止出馬，防止出馬，造星唔造星，出馬絕對毫無疑問，毫無疑問，造星唔造星一推出，社會關注度、網絡討論度都持續高企，再瘋狂。洗版 ，I'm ready。討論，有信心，一字不漏。有啲懲罰滴水不漏，懲罰未驚過，因為唔會輸。揸巨手嗰陣。Come on！ 而家仲特別推出互動遊戲。哇！救到一命。啊，係啊，當中七個主持：貓仔、阿希、Taco、黃蜂、Stick。Adam Slotting 冇個性，冇靈魂，冇團隊精神，唔識搞笑扮好笑，諗起都黑人憎。哇！觀眾只要進入造星唔造星專頁，輸入密碼 YGPT Yellow Green Pepper， 選擇 Assist， 確認密碼。
其實你呢個頭咧係經驗老道嘅，先至會 get 到係咁樣爆。係啊，係啊，我呢啲真係第二組係 Adam， 唔係你對佢哋太信任啫。係啦，咁你頭先攻擊完人，應該唔會 headshot 嘅。被攻擊嘅時候，好似我唔係好熟，我又掉即係攻擊防備係用於成功嘅一個。同我呢啲，你未夠班啊！我们大声嘘，我们大声嘘。俾翻个输入密码先。唔使睇，好，揿实左上角钟仔，选择 assist 就可以参加抽奖。你英文啊？你知 assist assess 嘅 assess 嘅。够抽到抽。3、2、1。奖金奖品非常丰富，其中包括。貓仔送出土耳其過期貓砂12袋，總值181000。哇，咁貴啊 ！Paco 送出非自然 Yes Sir Rapper 染髮劑4包。哇 ！Stick 送出阿婆 Break Dance 跳舞速成班優惠券1張。Adam 送出5星級酒店。專用拖鞋一對，樂婷送出豉油一支，好嘢，好嘢，點解咁勁嘅？係咪我覺得加冕，我覺得呢組嘅 MVP 係貓仔同埋希。如果係背稿嘅話，但係我演出嘅 MVP 我一定係 Taco， 係咪啊？因為佢好有個 rapper。OK， 喂，我諗緊 ，OK， 我依家仲有貨， yeah, yeah. 我俾埋你，我背曬。Flash， 咁啊，我就覺得背稿，你問我哋啦，我哋做一次煙花大會啦，真係真的我搞唔掂，冇啊，真係靠我哋顏值唔出聲去收，即係收尾嘅啫，即係冇第二啲方法執曬噶啦，真係冇得呢啲招啊，別無他選。咁我就覺得贏咗嗰隊咧就唔需要做呢個特別任務嘅，因為我覺得係一件好事，但係咧咁就證明咧佢哋嘅友情即係唔係好堅固，係啊，即係如果唔一齊做，我自己咁諗啫，係希望贏嗰兩個聽唔到啦，咁我今次咧俾你哋嘅任務就係玩得咁開心，梗係要幫手清潔啦，係咪啊？冇錯。除咗考臨場背稿，製作組之前仲將仔仔送去其他節目，俾佢哋體驗做主持之餘，仲可以同有經驗嘅台前幕後偷師。難得主持一哥阿弟嚟到，梗係俾佢點評下你哋災難級嘅表現啦。有毛有翼啦，唔使翻嚟啦。飄啊！其實咧，趁阿D哥喺度，大聲啊嘛，即係真係真係 feel 下喺節目上咧過幾招俾你哋，係啦係啦，不如睇阿希嘅突然探班先啦。咁突然，係啦咁突然咯。由於你覺得阿希同你做一 part 啦，就耐咗佢點啊？第一日就見到佢，跟住我哋都好尷尬，跟住我哋拍第一集都好尷尬，跟住到今日都。都係咁，都好尷尬。我點稱呼你好啊？你介紹咗自己先。我介紹咗自己先，係啊。點稱呼你？探班嘅主持啦，咁我都係全民造星五嘅其中一個參賽者嚟嘅，係啦。我叫希，我叫希。平時有冇啲咩係啲小習慣你會做咧？暖杯咯，多數都係啲熱茶咁樣咯。哦。養生，養生，好殘酷啊！呢個係你嘅痛苦處嚟㗎，呢個。但係嗰陣時訪問啊，谷道咧，其實就係因為佢個氣場好強大，真係震攝到你。係啊，咁我咧個腦咧就一直係背緊啲問題，咁我以為一剔過啊嘛，一直背。跟住佢講完之後，下一條，即係佢講緊嘅時候咧，我都冇聽過佢講啲咩，跟住我就諗，第二條係啊，跟住就直接問咯。呢個問題咧係填鴨式教育制度下造成嘅問題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出到嚟拍嘢咧，你揸住份稿，你仲覺得你係答緊問題，你要背答案，然後你要跟翻一模一樣咁出嚟。你做緊節目 alive 啊，人係生噶，你係生噶，對話都係生噶，冇絕對嘅死啊！即係你就算問我中唔中意飲茶，我可以答你我中意飲酒。即係當然啦，明啦，新人緊張，我都做過，我都明。咁但係如果你今次聽我講完，你有機會俾自己發揮嘅時候，你咪不妨問多啲唔關事嘅題目，你當俾自己練習又好，俾多少少嘢節目組剪都好 ，win-win 嘅呢個局面。喂，原來粉絲福利處都有人做過主持喎，係啊，大
件事啊，撈曬喎！粉絲福利處嘅精彩片段先。你覺得今日係嚟做乜嘢啊？粉絲旁邊嘅，即係好似打街霸後面喺度喐嗰啲人。今日過嚟唔係叫你哋做粉絲，係叫你哋嚟偷視啊！哇！呢個緊張少少，呢個係全部好多人都會記得，係比較經典嘅一個場面嚟嘅。張好似未張。我覺得你染頭髮好睇啲喎，樂，係咪？我睇咗第二啲嘢，係。我覺得你染頭髮好睇啲。係咯，少喎。今日我因為我唔識，唔係 OK， 你想？造型每次都不同的。我等一下我拿張東西出來先想想。粉絲福利會處啊！大聲。哎呀，這個只是放最尾才行。最尾的噴射。其實現在你這個錄節目已經還好，即是錄嘛，即是還有得翻兜的，我錯了我就再拍咯，再好的狀態給我聽你。我真的都做過直播，直播呢太多事顧，你要顧緊個 airtime 的時候，因為同時呢機後面有個工作人員數緊啦，全部呢有很多呢啲咁樣結界手印咁樣，係啊，即係佢 keep 住喺度做俾你，即係我都係嗰時啱啱開始學，係咪先？跟住開始記啦，但我仲要記緊自己要講咩，即係當我又要記緊，得兩個選擇，你有技巧你就可以玩花式喺呢個過程，你冇技巧就唔好做啲咩傻事啊，係簡簡單單佢諗住點樣去，但係你唔好諗住的，即係唔出聲咁樣。就停了那一兩分鐘了，你這樣就說糟糕，所以你知道個 ending 是去哪裡，你就為個 ending 去講少少話題。原來 Taco 和黃峰都有做節目的經驗，我們收把吧，做你們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co， 歡迎收看超級推介。第一首歌我們將會推介的是《月光光照地》。 Oh my god，唔記得，好唔想阻住人收工嘅，真心呢個真係好似變咗個本能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峰，歡迎收睇。其實今年玩造星都係就係，哇，好尷尬啊！大家都係玩緊一個生存嘅遊戲嘅啫。超級推介我嘅贊稿員，你覺得佢哋嘅表現點啊？努力啲咯，啲手藝咁直接努力啲。好嘅質素就都。接受到嘅，又未去到好差，未去到好差，都 OK 嘅。做主持嘅有咩提真係即食真係即食。tips 啊，唔好硬記住咯，你一個意思噶嘛，你講翻個意思出嚟咪得，冇人知道你份稿寫咩噶嘛，係你自己先知噶嘛，係都舒服，講得明白就得㗎。大師喺呢度收到，唔係一定係我哋一定係俾佢呢個陣勢嚇親，真心。你 rap 噶嘛，你唱歌噶嘛，你咬文嚼字噶嘛，你好清楚你自己段嘢邊句 punch line 噶嘛。譬如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Taco， 我今日介紹呢首歌叫做《愛情值日生》，好啊。Hello 大家，我係 Taco， 呢句嘢唔重要噶嘛，其實因為有睇開你就知㗎啦。接落嚟我哋要介紹嘅下一首。首歌就是爱情值日生，你这句说话有抑扬顿挫，有节奏，其实是涉及到观众点吸收的嘛。好了，那不如这样吧，学到东西没？二哥讲教路是不是？不如真的听下爱情值日生怎么讲，好吧？ Taco 先啦，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不知道你们回学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呢，遇到呢抽中你做值日生呢，而我们今天推介的音乐就即将会是爱情值日生。OK， 有嘅有嘅有 flow 嘅，我喺个尴尬程度直追你好啊！大家好，我系阿辉，唔系 OK， 汪峰啦，哇到我啦，搞咩啊？汪峰，汪峰，阿宝 B， 大家好，我系汪峰，欢迎收睇超级推介，今日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爱情值日生。听到呢个名字，大家会唔会谂翻起自己中学嘅回忆咧？关于你值日生麻烦嘅回忆，关于你喺爱情跌宕唔同嘅阶段，喺唔同嘅时候所思考嘅唔同经历咧？哇！我已经吹唔到落去啦。OK OK， 但至少我觉得喺今即系你哋行出嚟嘅时候，你哋知道你哋要做咩，你知道你要我要扮翻阿 D 去讲翻爱情值日生呢件事，你知道同唔知道就争好远噶咯。你有谂过，你有 prepare 个 pep 个哦，我要抑扬顿挫咁讲，就算你做唔到，但系你有谂过想尝试咁做。你就已經好唔同噶啦！我都學到嘢，主角嚟嘅喎。好嘅，好嘅，好嘅。好 ，OK 啊嘛 ，OK 啊。咁今日偉偉五千嘅，係啊，我哋可以繼續拍片。準時交學費，大家準時收錢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。
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